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又回来了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咱们辐射四的第一视角，呸，不对，这个实况视频哈。那终于也是熬到了白天，这个黑夜说实话我实在是受不了。那咱们到了交任务的时候了，我终于干掉了他们。那与此同时把我的任务交掉之后，这给我95个瓶盖是干啥的？哦，瓶盖应该是这里面的货币哈。好，那这时候可以看到我在和这个 NPC 进行一系列交流。说实话，到了200年之后，为什么会这么穷？这么穷，为什么还能给人发任务？不能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吗？然后他是给我任务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没有注意听你说话，对不起。我来看一下任务吧。跟普雷斯敦加维交谈，也就是说。你妈，我刚飞回来要飞回去，好吧，飞回庇护山庄。好吧，那之后咱们再挥回去，刚挥过来然后就挥回去了，去他那只是交个任务。那这时候又回到了我们的家，然后回到我们的家之后，我们去找那个拿着火焰枪的男人。那他此时此刻在哪里？说实话我不是很了解，但是他应该不会离得很远，因为他就是个门神，他肯定是要巡逻的，这是男人的直觉。哎，狗找到东西了。哇，找到什么了？狗肉，你找到什么了？狗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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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？狗肉呢？避难所科技实验袍啊，这什么的呀？道具穿着，好吧，咱们还得重新扔一下东西啊，不好意思啊朋友们。哎，不用的东西全扔了，结婚戒指这一次就不扔了。这个穿一下试试来。我怎么有7件公路皮衣？全扔了。好，看见我现在身上是，哇，我现在身上好帅，制服有没有？大家看，没有镜子，也就是没有镜子，有镜子可以照一下镜子。我现在太帅了，这辈子都没这么帅过。戴个眼镜是吧，一看就像是文化人。但这个时候我们好像跑题了，我们的 NPC 在哪里啊？ NPC 你在哪里？可是那个谱什么东西，我好像走反了哈。好，终于找到了他。嘿朋友，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。嘿 man， 嘉维，好，我已经完成了你给我下达的任务了。什么叫派？明明就是我自己要去，我可不是你的下属。好，哇，他给了我一把，哦，他只是给了我火焰而已啊，我还以为他给了我什么稀奇的东西呢。嗯，咱们来看一下这个他给的东西啊。这个武器咱们先扔扔吧，没用的就把我信号枪什么东西。信号枪可以干嘛？不好意思，我上课没有听讲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这个咱们没用的东西就把它给扔了。嗯，好，再看一下他这个信号枪是干嘛的。嗯，他应该等会要给我的任务吧。好，昆西大屠杀，他既然跟我说，那肯定就是他有他的预谋。嗯，昆西大屠杀应该是那些掠夺者进行就是做的事情吧，比较惨无人道。霍里斯上校死了，好吧，他
他带着剩下的人，剩下的人也就五个。说起来他也不容易啊，一个人一把枪，然后守着五个人。好吧，那就不要放弃，咱们要把义勇兵给重组起来。那你保护不了，你把你的枪给我呀，你把你的枪给我朋友，还有你的子弹枪给我，最好无限子弹。 OK， 好的，那我就答应你。好，既然我加入你，是不是应该给我些什么东西啊？将军，好吧，那我就直接变成了将军。哇，哎，直接就是一个上将军衔。你要是想就是要正常的晋升渠道的话，这个上将的话，起码你这个一等军官、二等军官什么特殊荣耀，然后加上你这个任务执行完成率都得达到一定程度，你这个年岁不到的话也是晋升不了上将的。一般像40岁左右能成一个少将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你这直接这个信号枪能干嘛？哦哦，对对对，我保留一些火焰。I'm sorry， 我这个脑残，我为什么要干那种蠢事儿？飞莫老妈又来找我要他的那个凳子了。跟奥布兰车站的居民交谈，奥布兰在哪里？啊，这么远啊！但是我可以从这里过去。这个城市哇，其实蛮漂亮的嘛，只是白天和黑夜差距实在是大。那这个时候，身为一个路痴，我首先要调整一下自己这个方向啊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挺对不起各位观众老爷的。你想一下，一个解说啊，做一部20分钟的视频，啊不对，30分钟视频，首先迷路得迷个15分钟，剩下5分钟被人打黑枪，然后剩下10分钟才能完成这个主线任务，真的是 ，I'm so sorry。啊，感觉还真是对不起大家呀。算了，然后就先放弃那些尸体吧，咱们先往主目的地给奔过去。我得冲下去，火力支援。好，这边我已经接收到任务了，任务开始，火力支援。但是朋友，格雷花园，哦，这里就是格雷花园啊，看一下里面什么东西可以打劫一下。哇，这里好多嘎爪啊。就是巧手先生，来来，摘点东西再走，是吧？早点从这边就能摘点东西的话，就那会就不用为了食物等这么长时间了。想想真是气啊！啊，那这里应该，哎，如果有机器人在这里种植食物的话，应该说这附近会有居住的人，但是为什么我没有遇见呢？巧手先生燃料，好像什么东西都能拿哈，算了。不想偷东西了。哇，这个桥好新哦！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开车呀？好想开车呀！我
我有没有做啊、哦？没有，可以吗？感觉这里建造的相当不错。地图，那个任务不急着做的呀，咱们先找到镇主再说，先来后到嘛，任务一个个做不急的。嗯，我再走到那里才能收到军事信号啊。好，这边已经来到了奥布兰车站，终于到了。啊，这边是咱们任务 APC， 找他。Of course。好，又是杀掠夺者。嗯，有多少啊？哦，三个，他集体有多少个人不知道。起码20个吧。好，不管了，先偷点东西再说。我发现做不了什么吃的，脏水。唉，好吧，我还是做不了东西的。感觉整个人都是蛋疼。来看一下咱们目前这阶段这任务是啥。杀死后街服装店的掠夺者。好，既然你都诚心诚意让我去杀了，这么远。这么远，啊，真的是玩游戏天天跑路，天天跑路就没有 TP 吗？传送服什么的。传送服有没有？啊，我已经厌倦了跑路，我总是在漂泊。我厌倦了漂泊，我想回家，外面风大，这不能让我 TP 过去吗？真的是，哎，好了，我又迷路了，朋友们。哎呀，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难找啊？说实话，我现实都会迷路，我怎么玩游戏也迷路，我没治了我。现在暂时沉。这前面是一条公路，沿着这条公路一直走就到了。OK。看地图。我这个人怎么说呢？方向感不是很好，老是迷路。好，这条路是对的。我个人的方向感是有点差的。建议大家在这游戏里面遇到所有的就是一些东西，就是多留意一下，因为这个游戏的背景是以200年之后。我操！迷路了。这就对了。嗯，还过不去。别断了，再试试。好，门开开了，真是太溜了。去死啊！
这是每日一死吗？这就在死吗？哎，我身为一个解说做这个游戏做了七部视频，结果两部视频都有死过。我的天哪，又得重新跑路。没事，这段给大家掐了。好吧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在找了五分钟之后，我终于找到这个地方。剩一个路痴给大家做个视频不容易啊，真的。好，那这边可以看到，这刚找到，我的天，大哥，真是疼！等会，赶紧客气，这什么东西嘛？上来不给人就是一个反抗的机会，换子弹。这边被打的真是疼，正好得吃点药啊。快把血给回上。这个有辐射不要怕，咱们有那个辐射药的，到时候可以把辐射那个药给那个人吃了。好，咱们换一下子弹，然后就从这边就进去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找了半年呢。其实我一开始都找着了，但是找着之后我又迷路了，迷路之后我又死了一次。然后我在想，这次应该不得死了吧？我不会这么背了吧？就这一定要换子弹啊，大家！如果枪法不就甭管枪法准不准，那子弹就该换还是得换。然后这边有人打我黑枪，但是我不给他机会。两枪能爆头应该。还是个女的，是不是炮塔？说这炮塔好烦人。哎，有治疗针哎，其他东西就没有什么想要的了。看里面什么东西，什么右骨肋骨，我变态啊，我拿这些东西。又到了这个地方，这样的话就能开。哎，不对 ，OK， 开开了。哇，这他妈吓我！我还以为里面有怪呢。看一下里面有什么？好，没有什么。既然没有什么，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战斗了。但是我发现这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啊。是不是我开两个门不一样啊？但是我感觉这里面有人在说话。不是，谁人手雷了？这么不要脸。我找着门了，就是这儿。这个门，这是个人物啊！咬他狗肉，狗肉咬他，对，漂亮，对，咬他，好嘞，对，好，好吧，那咱们任务就做完了。哎，真是轻松，哎，死去。你说你吧，连个东西都没有，连个手枪啊什么都没有，你就跟我这么犟干嘛呢？是吧，打不过不可耻嘛，打不过不知道跑就是傻了。给自己扎一针，先回下血。好的，这样的话我的先是个危险状态，也就是说我附近还有人，
即使有人，我还是不大想在这待了，赶紧出去得了。这游戏真的吗？是刺激，哇，好多人。人多的话还得用这个变动弹，用变动弹不行，用变动弹打不过他们。好了，那我这一下就是差不多安全了。虽然说我任务做完了，但是我还想再往上闯一下。那咱们这一节的任务也又是做完了。不过这是到哪里了，咱们到后湾了啊。嗯，这没有什么触发什么新的剧情。那咱们这一期视频做完了，那咱们想要看下期视频请记得订阅也关注一下水车，同时在水车的视频下方进行留言。谢谢大家长期来的关注，那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